在努力中。干爷会先准备好吧？就是谢谢大家，不会太短。我很怕就是出糗，对，然后讲不好可能舌头打结，或者是台湾国语，应该会是想尽办法。如果真的上台了，想尽办法赶快下台。想问一下你号码，手机号码是不是都没有换过？应该是有换过，有换过，因为宋明琴前阵子说你大概六年没有联络，对，后面会再联络吗？应该很难吧。在金钟站跑准备好吗？在努力中啊，就这个周末嘞，对啊，要到了，对啊，我也没办法。所以现在状态是最佳状态吗？有需要减肥吗？还是就是经纪人还是希望瘦一点？有瘦了多少吗？瘦了多少？以之前比起来，当然有瘦了3-4公斤这样。希望走什么路线啊？很难说。啊、你希望走什么路线？辣辣辣辣的路线是吗？会红毯第一美吗？我也不以这个目标前进，我努力好吗？比较想要红毯第一美，还是想要拿金钟以后？我觉得那一天顺顺利利的过了，我就觉得很开心了。就不要自己出糗就好了。因为很怕可能走一走跌倒，那真的很糗。那感言应该也想好，感言会先准备好吧？就是谢谢大家，不会太短，应该会是想尽办法。如果真的上台了，想尽办法赶快下台。我很怕就是出糗，对，然后讲不好可能舌头打结，或者是台湾国语。会跟刘俊牵手牵手吗？牵手应该不会手牵手，因为手牵手有点难。手牵手走进去也很怪。获知对方入围之后有联络吗？有，就是互相为对方打气这样子，然后觉得很开心，为彼此开心。想问一下你号码，手机号码是不是都没有换过？应该是有换过，有换过，因为宋明琴前阵子说你大概六年没有联络，对，后面会再联络吗？应该很难吧。